大家好，我叫张伟纯。哇，好可爱！来，请上前转一圈，真的是身材相当的好，而且呢，带给大家就是阳光的热情气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欣瑜。欣瑜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鼎文。鼎文是我们去年第五届的男生冠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招募的男生也要向我们鼎文看齐喽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佩华。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子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晨娟。大家好，我是敏彤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佳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慧芬。哇，好高哦，几公分？180公分，来上前转一圈。哇，现在的学弟妹大家呢真的都有相当好的条件，让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，谢谢我们美丽的梦幻之星，感谢。好的，媒体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婷妮。其实我也算是梦幻之星这个比赛的始祖，因为从第一届开始每一年都参加，到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。对、啊、所以你已经是，就是如果大家往前推的话，你是老大姐了，对不对？是，虽然是我的小学妹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妮妮从第一届得到冠军出道以后呢，在我们的表演领域，不管是模特儿，在戏剧，像今年交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。可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路上你的心路历程。其实我觉得凯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大家庭，因为它完全不设限。像我一进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模特儿，所以我接受了很多台步啊、化妆、美姿美仪的训练，但是接下来下一步呢，公司就让我去上了表演课、所以就让我开启了我喜欢表演的这个领域。然后之后呢，也前几年的梦幻之星，我们也有进录音室唱歌。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发展，任何的领域都让你去尝试，然后在其中摸索，让自己知道说，哎，其实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。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，我在我进公司的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拍戏，然后已经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然后一直做到现在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平台。我觉得也是让我很骄傲的地方，我们做了20年，居然会有一些国际人士跟一些专业人士会喜欢我们公司，参加我们公司，那我觉得蛮骄傲，也很光荣。真的，所以就有新朋友要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两位师姐好。两位师姐，来，中间请。哦，妮妮，他们叫我们师姐的时候，我们突然不是，而且知道我身边这位是影帝耶。呀，新加坡影帝。现在是你师弟。他现在是我们重量级的师弟。你好。哦，真的非常开心，我们的这个明顺跟这个凯旋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赶快从明顺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好，这次真的很高兴来出席这个梦幻之星的记者会。那也非常开心，这次要正式来宣布一下，就是我李明顺正式加入凯沃的大家庭。掌声鼓励一下！不要打十个。是啊，叶问。哎，真的，但是我也觉得他比较帅。对，很帅。但重点是凯旋他是硬底子演员哦，他在很多戏剧的演出呢，其实呢就默默的把他这个戏剧张力的来跟很多观众分享，赶快跟大家打声招呼。首先当然还是要谢谢洪老师，真的谢谢，很光荣，谢谢。然后那个两位师姐，你好，没有大家好，我叫庄凯勋。那我之前所从事的呢，都是戏剧的部分。我自己也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的学生。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跟明顺大哥一起来这边跟大家宣布，我们正式加入凯沃这个大家庭。掌声鼓励一下！